都在跟阿洛来配合哦。其实我们阿洛协会需要我们的我父亲林刚医院服务处需要任何经费哦，这边一定都全力以赴啦哦。其实我们这个协会非常非常不简单，因为我们在这个现今的社会上哦，需要照顾、需要关心、需要关怀的孩子非常非常多哦。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哦，我是隔代教养哦，所以对这个协会非常非常有感触哦。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多的我们的单亲家庭都需要可能少了一点我们家庭的关心与关怀哦，可能父母亲平常忙工作哦，那为了经济方面啊，所以有时候比较少时间我来关心我们这些单亲家庭长大的小孩哦。那我们透过这个协会，那透过我们会长各位老师的协助，那透过我们的经费的赞助我们都可以来关心关怀这些我们的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哦。所以过我自己本身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一定全力协助这个协会哦。刚刚有跟我们会长讲，还有总干事哈，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处协助的地方，尽量够我们可以哦。我们有经费就拨，有经费就拨，拨到没有就等明年这样子哦。所以活动尽量办，那我们把活动办大一点，办丰富一点，把活动把办到需要照可以照顾更多的我们的小朋友哦为原则哦。那这边也跟各位来报告，这次我父亲林刚议员要来交棒，也给冠伟来参选啊。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各位我们现场的贵宾哈，各位家长可以如果有抗拒的朋友，帮冠伟拉票一下，帮冠伟鼓励一下哦。那冠伟明年度有机会延续我爸爸服务的精神，继续为大家来努力，继续为大家来当市府与议会的桥梁，继续为协会来争取经费，继续为现场的各位来宾来服务了哦。那这边也要诚恳的拜托大家。那最后祝我们今天的圣诞晚会哦，圣诞晚会、亲子晚会好可以哦，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好，感谢大家，谢谢。哇，非常谢谢，这么优秀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当选？我们不只是住在永康区。很重要，所以